者吴佩桦台北报道。Over 季销售表现亮眼的 R11S 系列，最新全萤幕 AI 手机 R15、R15 Pro 宣布在台上市。本月首先推出 R15， 即日起开放预购，5月18日开卖，杂机售价15990元。另一更高阶的 R15 Pro 则要等到6月1日才贩售，杂机售价18990元。 OPPO R15 系列在外形上采用了类似苹果 IPHONEX 的刘海设计，6.28寸全萤幕的屏占比达90%，二环均拥有后置双镜头。 R15 为1600mAh 画素、500mAh 画素， R15 Pro 则1600mAh、2000mAh 画素。跟上时下趋势，导入 AI 人工智慧技术，能辨识120个场景进行拍摄优化，前镜头皆为2000mAh 画素，亦主打升级版 AI 智慧美颜。 OPPO R15 R15 Pro 的主要差别，除了双主相机规格， R15 搭载联合8 HELIOP60 处理器，R15 Pro 为高通 S660 处理器，并加入 NFC 和 IP67 防水。R15 系列由田馥甄和萧敬腾双代言。R15 预购期间，民众至全台 OPPO 体验店试用，即可获得田馥甄 LINE 专属限量贴图。OPPO R15 系列由萧敬腾和田馥甄双代言。萧敬腾今日出席站台，记者王文林社。 OPPO R15 系列主打全萤幕和 AI 拍照， OPPO 提供 OPPO R15 系列本月首先推出 R15， 更高阶的 R15 Pro 预计6月开卖。 OPPO 提供 R15 预购期间，民众至全台 OPPO 体验店试用，即可获得田馥甄 LINE 专属限量贴图。 OPPO 提供。